哎呀，不是我受伤了吗？你干嘛一直黑着脸啊？我气我自己。我要是能早点到，你又不能未卜先知，而且就很轻的伤，就一点点骨裂而已。医生总说的严重，其实根本没事的。我只要好好静养个3周4周就好了。我这周记都说了，那长短脚了都要。我怎么会长短脚呢？你听他的呢。我好着呢，你看，哎，看，嗯，你看，真的没事。